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提。今天我又来钓鱼了，才钓了半天了，我在等第一条鱼哦。我们换个钓点，去表妹那边，这边好像没什么口。表妹钓了那么多鱼了，被我一脚踩的，刚好踩的这么准，我要放到这个里面，钓了几条，一脚踩的真准，哇，好大！今天第一条，尴不尴尬？你这个红色的衣服都吓到了。啊，这边石斑好多。哇，吃的太死了吧。哟哟，这个是大的。看一下。可以吧？二点，够我吃。哟，有这么死干嘛？你这么饿吗？扯不下来，我同学在哪儿钓？猫咪守了我们一天了，给它伸两条吧。赏你一个，看它可怜兮兮的样子。来来，你看它吃了还要躲起来吃。我们今天钓的还不错哟，还有那么多嘞，看一下。哎，这个拉链坏了吗？你们看一下，还挺多的。好了，朋友们，那我们准备收工回家了。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屏幕下方点击关注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